我妹举的。真的吗？对，如果是其他人，可能就举不起来。这些东西都可以吃吗？可以啊，你也可以踩它。给个机会好吗？你太快了。哎、欸，我这不能射的，我这个是什么属性啊？你这只可以飞，跳起来按那个，跳起来按那个就可以。跳起来按哪个？哎呦，哦，这样就可以飞了。哎呦，哇！靠，看起来真蠢。啊！然后只要你跳按两下。他原本跳这样落地很快，再做一次，人家按跳，对，他落地很快，对不对？你先看呢，这样很快，对不对？对，你按起来不放，他就慢慢降。走，这个还需要你教？这我当然知道啊。好，我们走。对对，我这个问号是干嘛的？哇，好猛哦！哇，你怎么可以从空中这样掉下来？这正常啊？哎、欸，我也会。跳下往下压。你看我还需要你教吗？你看我超猛的。你怎么没死？这样转可以把它转坏吗？好，我知道了。下压，用撞的。对，聪明。转过头了啦。这些钱一定要吃吗？不一定啊。你都不吃，对不对？这个是中继点。要怎么抬自己的？我看你超烂哎、欸，受不了哎、欸，你来车的哎、欸、你。可以？你说什么？好猛、喔，太快了吧！哇，那瞬间的那个，哎、欸，要怎么抓人啊？哎、欸，怎么抓人啊？你知道你人在上面可以跳吗？可以跳开。我知道，我刚跳开啊。啊，这不需要你教啊。这吃了会怎样？有东西可以吃。好、哦，要怎么抓人？像这样吗？对。但是你可以挣脱，对，所以我也打不死你。哎呦，你怎么不见了？我已经进水管了。好。我们的温哥不想活，抱歉。哇，你好会哦！我们的钱是共同的吗？共同的。哦，所以我们吃哦。那我分那个什么谁表现比较好之类吗？没有。哎、欸，我被你撞到了。你可以按 L 飞起来。QK 啊，你怎样不？哦，可以这样子一直飘着。嗯。好。我在跟小温啊，我应该改个标题的。不用不用改。有个 NOD 在吗？啊！没事，哎、欸，哦、oh, ，fuck， 哎呦，为什么可以抓着？你说不敢过来？等一下，哦哟，这样的话只有你有加到命是不是？我要踩到才会有命吗？你要踩到顶端才有命。哦，这样会玩了哦。会啊，很简单、啊，第一关新手尊嘛。真的吗？我觉得这个我们应该今天就可以破了，这个难度的话，对。你确定？可以啦，有你在还破不了。麦挠啊！我可能会先累死，我可能会先想睡覺。先累死是的，你不吃这个、喔、可以射、欸，那我射了。那我多吃那个一个火，譬如我已经有火，再吃那个郁金香的话，我会有什么存在体内的郁金香吗？没有，不会的，就浪费掉的。对，我好多郁金香啊！啊！给个机会好吗？我这样是不是过不去了？对，你为什么要害人？啊！这比较快嘛，等我一下，现在就复活了。我看到你回来了，给个机会好吗？你有看到一个小宝宝在那边飞？哎、欸，给个机会！啊、你刚才超烂的、欸，你搞笑、喔，你怎么弱弱啊？超废、欸！好了，我救你啊！超烂的，受不了。哎、欸、哎，干、欸，这超烂嘞、欸！哦，你第一天玩是不是？欸、不是，我只想玩一下啊，我只想要让我的命跟你一样。没关系啊，我知道你第一天玩，真的我是可以接受啦。真的吗？对啊，这个实力我是可以接受。哎、欸，干，这很奇葩、欸！干这鸡巴，干超烂的灭了啦！哦，你看都你在搓，干超烂的，超烂！你这样还说你是职业选手？我没有，我是职业选手。我们这样真的今晚不用睡，你知道吗？为什么你他妈吃郁金香，我吃他妈臭香菇？你等下就有了，不要急。你会把它吃光了，我知道。不会，我不会那么饿。哎、欸，这是不是可以连线玩啊？不行，不行，一定要一定要面连。哦，一定要两个都在。哦、啊，不会再下去哦。我跟你讲，我不会白吃到再走。啊！给个机会好吧。好。你过来一点，
三天小偷把你救了一个队友，他们就只能干这种事，这很白目啊！我什么事情都没做，我什么事情都没做，给个机会，哎，麦克老啊啦，哎，真的很白目、啊。我先说一下哦，那个这一代可以踢墙，所以我可以一直左跳过去，左再踢过去。你现在看画面，我可以这样左右。你只要对着那个墙壁方向。来，我来马上练习一次。哦，对，有没有慧根？有没有？你不要再丢我这白目！哎哎、欸，给个机会！哎、我什么都没做，知道吗？我死光会怎么样？死光就看我玩了。我就再也不能出来了吗？还是可以出来。那我要怎么出来？等一下，给个机会好吗？你没看到一个很可爱的宝宝在空中飞吗？让我吃个那个好吗？我先说一下，你快死掉可以做一件事情。怎样？干嘛？这样子。你说变成泡泡是不是？嗯。按这个键。哪个键？这个。OK， 这样。下去的时候可以这样子。哦。你想打酱油的时候也可以这样子。哇，我是这种人吗？麦脑啊，我是这种会打酱油的人吗？欸、我想吃那个啦。我带你去吃。不要，我自己去吃。啊！你看，你干嘛不相信我？你干嘛不相信我过来啦？等一下，让我飘一下。你可以按。你有没有当过兵？让我飘一下，好吧？好。你说我要怎样？我要按这个过去是？哎呦，我射了哎、欸，好猛哦、喔！赶快去吃那红玉币啊！好吃红玉币，不吃红玉币会怎样？不，吃了红玉币会怎么样？它会有物资啊。哦。少一只，超烂！啊，有了，超废的，快去吃！没机会了，来 ，OK 了，没问题。但我觉得我蛮强的、欸，你看玩到现在，我还有一条命。哎、欸，为什么你屁股那么翘？啊？哎、哦，就这样就结束了吗？对啊，那只会拿那个大金币啊，那大金币。假如要快速通关的话，没有什么用。哦，哎呦，哎呦喂啊！等等你的队友好吗？等等你队友好吗？干，你都吃光，我吃个懒蛋哦。共用的、哦，共用的是。那你下次快一点好吗？还要我帮你吃几颗？有没有搞错？哇，好会哦！哇，你头好软哦！哇，好软哦！你看你真的，我帮你打到 U B 哎！你我不要再讲了，你自己失误哈、哦。你真的不会累吗？我还好，我还好。但是我跟你讲，直播一关我一定盲睡。当我放下摇，当我放下手把，我就会变得超累。那你还是比较放松吧，对吧、啊？所以我睡觉的时候，我一想睡觉，我就把手把放下，我就睡着。反正有人订阅抖内，你现在听有游戏声音吗？我听不到游戏声音啊，但是有的话，因为它会有通知，所以我还是看得到。我们到这里是不是？是干嘛的？可以拿物资，盖香菇，对不对？哎、欸，感谢 follow 那个利叉西，这是干嘛的？可是我们现在这么猛，哦，我们要无敌星最好吗？不要撞到库巴就是。我完全知道无敌星在哪里。哦，最右边那个标准。好，我等一下让我选，你要什么？要无敌星还是香菇啊？你两个都可以撞。好，那无敌星好了。香菇哦。还有一个。这要吃啊。这撞会怎样？就这样。跟撞他。他死掉是不是？哇，好厉害哦。哦，所以你的小温的看法就是他就是看那个坏在哪里，不要按就好，把另外一个把它点开。对。哦。两个可以的。为了让你吃命，自己踩头。屁呀、啊！但是我他妈操作好吗？按 OK 是。跟那个不用聊他。哎、欸，那个什么麦块是？那叫什么？麦块，感谢你的 follow。哦，这关会有那个哦，酷爸他妹是？那他弟弟。那个叫笨笨。笨笨。我们都叫他笨笨。为什么他是笨笨？因为他很笨，你等下就知道了。等下我先拿硬币。真的有那么笨吗？等，哇，他好硬哦，铁头功哎、欸。他不怕火，你只能用踩是。我跟你讲，我三岁的时候就知道他不怕火，他怕冰啊。然后冰的时候可以拿起来，就像你抓人一样。
可以把它撞掉的，可以，也可以把它压碎掉。哦，我刚刚就把它压碎了。我等你。我太瘦，压不死啊，要靠你。我上不去。这个金币是丢高的。这有操作偏难呢？为什么这游戏设计越来越难操作？不会啊，它游戏操作越来越人性化了，你知道吗？有吗？真的。感谢那个 Will， Will 003，感谢你的 follow。把它踩坏，哦，他踩不碎，是他一定要用冰彻底把它摧毁才行。用冰，哦，我也会了，哦，你不要害我，温哥，抱歉，温哥，抱歉，给个机会。为什么要丢我？嗯，你要去吃金币是不是？啊，你丢过去吃。我，你要丢我是不是？你好好丢哦，等我。好来，来。干，对不起，你要自己跳，等一下。要自己跳啊？你用丢的不行吗？一定要我自己跳啊。自己跳会更好一点。真的吗？来，我来试一试。我跳到最高点的时候再跳。好。好。阿塔！你看我被你丢了。我走了，再见。伟力，感谢 follow。给个机会哦，不要太快哦，温哥，我会死对不对？不会，不会吗？你很快，我不会死吗？会啊，可是你会怕的话，就按那个减钮就好了。哦，我不怕啊，玩这种游戏有在怕的吗？快吃完了，给个机会，干！那个有，只要你有那个，你刚发出那声音是什么意思？没事，只要你有那个冰花状态哦。只要你有像这种状态的话，你可以不一定要吃那个。为什么？因为我已经是最好的物质了，是吧？对啊。哦。因为你这样再吃的话，它只会给你 EUP。EUP， 你说会加一条命啊？对。那加一条命啊，很好啊。哎呦，看我手速多快！哦，你很烂呢，你怎么死的？哦，87。你让我很失望哎。不要担心，我没有终极点。我干嘛？你可以用道具。可以按错了，没关系。按错了，抱歉。现在我们就无敌星。老平，抱歉，不小心按到无敌星了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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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，帮你配音哦。我这边是连音效都听不到，你也是对不对？你是连音效也听不到？因为我没戴耳机。哦，其实我也不需要戴耳机啊。来，我 carry 你。不要差点就被他夹死了，你知道吗？给个机会，快长大吧，温哥哥。感谢那个什么 Jimmy， 感谢 Jimmy， 感谢你的 host。哦，交给你。不是，感谢你的 follow。交给你去打，我在旁边看。语无伦次，反正我听不到音效，我不需要戴这个。他们听得到就好了。我戴这个耳机，不然我听不到你的声音。他在屌虐我，他在屌虐我，你知道吗 ？Oh no, oh no, fuck！ 来，这样我要插头子。对，我来，你不要出手，你不要出手。我没在出手，我在旁边。不要出手，来看哥表演。他到底想怎样？看他超低能哦，他手是怎样啦？啊！救命啊！但他是超低能欸，哇硬了，我要屌虐他，你知道吗？不要乱动。啊干！靠背。他怎么那么猛啊？他为什么可以双杀？因为你刚刚抱着我。不是，你刚抱着我，然后我不能动，然后就被双杀。不是，应该你要重伤，然后我没事才对吗？他怎么可以这样子跳啊？他是一直重是重。哦。算他运气好啊，他都靠赛了，真的。你这什么意思？你看懂吗？他说你是否要，反正他那个是要不要存档？废物的系统。哦。按圈或叉都可以是。按哪个？左边那个。这个。对。好。继续走是。对。好。然后可以走。存档。Yes。要存档。啊。也是啊，我这档案进度这么强大，应该是要存一下。有吗？
蛮强大的啊。什么？打靶？回来啦，在这里啊。想玩打靶好玩吗？好玩，超好玩。你还记得那王马里奥？可以再两个人在那玩。没关系，我玩了两个。等，哎，为什么那钱不见了？什么东西？那钱怎么不见了？我把你的臭香菇给吃了。啊呜！超烂的，你好废啊！我跟你说，只是因为我想说，是这样吗？哦，我有坐骑了。我有坐骑了，你知道吗？要怎么脱离坐骑？哎，为什么你可以这样子？你跳岸的，干嘛开外挂？那我这干嘛？我可以舔你吗？我可以帮你舔吗？可以，我帮你舔。不能啊，明明就不能帮舔。你知道你要怎么下车吗？下什么？下车？下下就好了。你按 L 的啊。你按来，小温，你按。啊？怎样？你按吗？哎，小温来。不是啊，你要按那个。我姿势都摆好了。来嘛。你走三小。你说怎样？哦。你倒。你说下那个，它是叫蛇哦，它不是龙龙吗？它是药蜥，它是一只恐龙。药蜥，药蜥不吸的药蜥，是的，全吃了。你说它怎么？我已经先走。好，来，我看一下我要怎么跳出来。我应该是按那个这个转就可以了吧？对，没错。对啊，哦，不要问这种第一次上问你，害我以为好像很难，我吐喽。我不跳一下吗？吐。看，真的超烂。你说跳一下是不是？跳一下是怎样？你是想霸凌我的龙？文哥，抱歉，给个机会好吗？给个机会好吗？你一定要把我吞下去，你知道吗？别戳啦！别戳啦，文哥！我在看书通关，等我一下。看书通关是怎样 ？Speed run？ 你是说我在拖累你吗？你不知道是叫 Speed run， 等我一下。OK。这拖累人。我会被你吞下去啦！不会啦，我他妈我的营养价值，我靠，我他妈变小，别跑啊！小宝贝，让我舔一下，屌舔啊！不说啦，不说啦，我应该把你吐在一个猛一点的位置。我刚刚是想要跳起来，然后脱离，然后踩上面，是没错吧？是要这样子吧？因为药蜥不会跟你到下一关，他这代的、他这代改的是这样，可能你。